你看他的这个试验是什么？看到我身体的就发菩提心，啊，看到不动明王身体的就发菩提心了。听到我这个名的，断恶修善，恶就断掉，啊，这个恶业就消除掉，善业呢就增长。闻我说者得大智慧，听到他说法，就是最大的智慧，最大的智慧。知我心者，知道他的心的。即身成佛，哦，你跟这一尊不动明王相应了，你知道不动明王的誓愿，知道他的心了，你就可以即身成佛，哇，这个誓愿非常大啊！你看他，见我身则发菩提心，闻我名则断恶修善。闻我说者得大智慧，知我心者即身成佛。哇，这一尊，那不得了了。